这里有闪电。现在哪在看病啊？哎，这现在老总大爷这边来，大姐，现在就进去了。但是我看你没有传说，我进去之后就办。这老哥有才。真是的。啊，快走，快走。赶紧看，来照着照着，然后那个拍，哟，哎，你们在前面两个，他的动作还是挺好，对，这个小问题啊。太晚了，我可说一下。